2月24日台北林良堂暌违三年走向户外，更结合圣诞携手爱无限，透过就是要圣诞系列活动，邀请众人一起在大安森林公园户外野餐、chill 听音乐，再次感受充满爱和温暖的圣诞节。整个教会一同走出来，然后今天的天气又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适合在外面这样的一个野餐，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居民啊，能够在这样一个音乐会当中一起享受这个圣诞节的温暖，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开心。我们很开心暌别三年，我们再次走到大安森林公园，这次叫做就是要圣诞，所以我们就要搬出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。活动一路从4点开始，现场聚集超过100人，上半场在敬拜中展开序幕，不仅有精彩的舞蹈表演与感人的见证分享，舞台周围更设置互动摊位，透过射击游戏、指甲与身体彩绘、手绘卡片还有祝福气球，为参与民众的需要来祷告，在寒冷夜晚注入一股暖流。我们就希望透过彩绘，然后在这彩绘过程中鼓励他们、赞美他们，告诉神有多爱他们，就是蛮好玩的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参加，很热闹啊！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下半场台北林良堂准备了一系列的音乐响宴，安排各式乐器演奏乐曲。最后在约书亚乐团的圣诞组曲中带领众人度过不一样的圣诞夜。以上是 GoodTV 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。